网络上有一篇帖子，成年人才会懂，俄罗斯方块竟有如此人生哲理。什么犯下的错误会积累，走错一步要用几步来弥补。什么身材短胖的不太讨喜，歪瓜裂枣的人见人厌，但只要妥善利用，就没有真正的无用之才。读起来有些荒诞，但细细想来也确有几分道理。自1984年6月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被发明以来，70、80、90甚至是00后的童年便被它占据。移动、旋转、变身各种方块，使之排列成完整的一行或多行，并且消除得分。这听起来略显枯燥的游戏规则，却成为大小朋友们欲罢不能的消遣。但关于这款游戏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知。1988年，防盗软件公司的负责人罗杰斯正在游戏展会上卖力地推销着自己的围棋游戏，而他花重金聘请的导购员却没了踪影。罗杰斯找了一圈才发现，导购员正在全神贯注地玩着别人家的游戏。那是一款方块掉落游戏，看起来有些无聊，可罗杰斯只是试玩了一把便再也无法自拔。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款游戏一定会火爆全球。在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一家叫劲爆软件的英国公司掌握着这款游戏的全球版权。而让他兴奋的是，日本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款游戏的授权。他意识到这绝对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罗杰斯马不停蹄地找到了银行家艾迪，来寻求资金上的帮助。看着眼前这个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够的白人梦想家，艾迪的心里眼里全是质疑。万分无奈的罗杰斯只好将这两天的遭遇想法娓娓道来。1984年苏美冷战期间，苏联的社会气压很低，全国上下没有娱乐，没有消遣，仿佛一部枯燥的默剧，大家行尸走肉般工作生活。一个名叫阿列克谢的年轻人在苏联科学院计算机中心做着枯燥的程序员工作。这天，热衷于开发小游戏的他从一个积木拼图中获得灵感，设计出了俄罗斯方块的游戏雏形。可当时他的古董电脑连显卡都没有，那些下落的方块最初只是拼在一起的方括号。之后阿列克谢和几个同事一起把这个游戏做成了与电脑兼容的版本，于是游戏就有了音乐和色彩，可玩性也大大提高。没过多久，俄罗斯方块就成了程序员最喜欢的摸鱼方式，甚至连苏联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苏联政府不得不编了个程序将它从所有电脑上屏蔽，在这依然阻止不了它的火爆。两年前，一个名叫罗伯特·斯坦恩的商人来到了苏联，慧眼识珠的他花了10,000美刀买下了版权，紧接着又转手卖给了亿万身家的传媒大亨麦克斯韦。而罗杰斯得到消息后也没有闲着，就在前一天，他走进了任天堂的大门，将这款游戏送到了第三代掌门人山内普的手中。任天堂的负责人山内普仅仅只是玩了一把，便直接开价50万美金，想直接买下俄罗斯方块的版权。那个时候的50万美金可谓是天文数字，但罗杰斯却并不满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聪明的他提出想和任天堂合作，前期所有费用都由他出，而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借任天堂的品牌来发行俄罗斯方块。这对任天堂来说相当于零投资高回报。最终任天堂和罗杰斯达成了合作，但买版权和前期投资的费用高达300万美元，口袋比脸干净的罗杰斯只好去找银行贷款。最终银行家艾迪被罗杰斯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罗杰斯用房子做抵押获得了伟大事业的第一笔启动资金。然而还没等他开心几天，就接到劲爆公司的电话，俄罗斯方块在日本的街机版权被卖给了世嘉公司。罗杰斯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为了保住电脑和电子游戏的版权，他只能选择自认倒霉。好消息是俄罗斯方块的电子游戏在日本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广大好评，游戏卡带被卖到爆。为了进一步合作，任天堂负责人推荐罗杰斯去西雅图的分公司参观他们正在研发的新产品。男人被眼前的小玩意震惊了，这就是全世界第一台掌上游戏机。虽然它不是彩色的，但它却可以让你激情畅玩30个小时，价格低廉至89美元，不过目前还没有上市。罗杰斯拿起游戏机试玩了一把，里面搭载的是任天堂招牌游戏超级马里奥。开发人员说他们预计今年6月份推出。罗杰斯突然提问，所以和掌机捆绑的游戏是马里奥？开发人员说当然。就在这一瞬间，罗杰斯发现了一个天大的机会。他拿出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插入电脑，然后简单编程了一下，把游戏传到掌机上。这番操作把现场的技术人员都惊呆了，开发人员只是玩了一把就惊觉这游戏不简单。
其实罗杰斯本身就是一位游戏开发者，充满激情的码农，但世事无常，罗杰斯苦心设计的几款游戏都不被市场接受，上有老下有小，无力支撑生活的他索性干起了销售行当，靠卖游戏为生。接着罗杰斯说，如果你们只想把几十万台掌机卖给孩子，那就捆绑超级马里奥销售，但如果你们想把几百万台掌机卖给男女老少，那就捆绑俄罗斯方块销售。罗杰斯的改编和鼓动人心的话语得到了任天堂的认可。第二天，罗杰斯直奔劲爆公司，想直接买下掌机的全球版权，可他到了这里才知道事情比他想象的复杂多了，他甚至都还没报价就被劲爆公司的人撵了出去。为了拿到掌机的版权，罗杰斯打算亲自去苏联购买，但当时的苏联非常闭塞，对待外国人也不是很友好。罗杰斯刚下飞机就被苏联情报部门监视了，他在火车站找了一个翻译，打听到了他要去的地方，全联盟电子设备联合会，属于政府部门，外国人是不允许进入的。但罗杰斯可不管这个，他不听翻译的劝告，独自闯进去，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但让他意外的是，他把此次前来的目的说出来后，负责人却说他们根本没有授权过俄罗斯方块的版权。罗杰斯说，那不对呀，你看你们把俄罗斯方块的电脑、电子还有街机版权授权给了仙女座公司，然后仙女座公司授权给了劲爆公司，然后劲爆公司又授权给了我。负责人说，没有的事，俄罗斯方块只有电脑版权，并且没有授权给过任何人。紧接着联盟的特工就抓住罗杰斯，警告他如果不立刻离开苏联就等着吃牢饭。第一次来就出师不利，四处碰壁，但罗杰斯并没有放弃。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了联盟，他想替联盟把电脑版权的事整清楚，然后再谈掌机版权的事。但罗杰斯不知道的是，就在几间房外，仙女座公司和劲爆公司的人也来了。但负责人非常聪明，他没让几个人见面，而是准备一个一个谈条件。俄罗斯方块的发明者阿列也被叫了过来，等待时罗杰斯和他套近乎，想让他直接把版权卖给他。但阿列说，在他们国家，个人私自出售版权是违法行为，所以他没有这个权利。罗杰斯告诉负责人，劲爆公司正在全球出售方块的版权，而且俄罗斯方块备受欢迎。这时负责人才说实话，他授权了俄罗斯方块的电脑版权，但电子和街机绝对没授权过。罗杰斯让负责人把合同拿来，看完合同他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苏联人都被骗了，左边是电脑，右边是任天堂游戏机，你能猜出哪边的是电脑吗？我不说你肯定猜不出来，因为当时的电脑和任天堂生产的电子游戏机很像，苏联人就是因为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电脑，所以才被骗的。但街机的版权没有授权是肯定的。授权人恍然大悟，他立刻找人重写了一份合同，然后找到仙女座的负责人，让他重新签了合同。忙了一天，终于把电脑和电子街机的版权整明白，负责人让几个人先回家，明天再来接着谈。临走时，罗杰斯厚着脸皮让阿烈开车送他回酒店，他想请阿烈吃晚饭。阿烈知道他们此时正被监听，就果断地拒绝了，不过在纸上写了一个地址。晚上罗杰斯来赴约，两人聊得甚是投缘，阿烈还给罗杰斯看了俄罗斯方块的第一版。但与此同时，劲爆公司的董事长给苏联这边对外贸易的负责人打去的电话，他出价40万美金贿赂这个人，让他帮劲爆公司拿到掌机的版权。随后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人就去了罗杰斯的家，威胁罗杰斯的老婆让罗杰斯赶紧回来。回酒店的路上，罗杰斯被揍了一顿，酒店也被人翻了，但即使面对这样的威胁，罗杰斯还是没有放弃。第二天他依然自信地来到联盟，继续谈购买掌机版权的事。但让负责人蒙圈的是，罗杰斯只出了25000美金，因为他根本没钱。不过他还追加了一个诱人的条件，以后每卖出一份游戏就会有25美金的提成。另一边，劲爆公司的出价是100万美金，负责人本来还想加价，但对外贸易的领导却让他赶紧签合同，人家官大，负责人只能照办。不过他留了一手，只和劲爆公司签了一份意向书，如果一个星期内支付100万美金再签正式合同。这一个星期就是为罗杰斯争取的时间，因为他知道只有和罗杰斯合作才是对祖国最有利的。临走时，负责人把罗杰斯偷偷叫到一边，让他回去说服任天堂一个星期内和他一起来出更高的价。然而罗杰斯回到日本后却又收到了苏联的威胁，对外贸易的领导带人把联盟负责人揍了一顿，还威胁他给罗杰斯发传真，让罗杰斯不要再来苏联。罗杰斯以为自己彻底被淘汰，当场就暴走了。另一边，俄罗斯方块的发明者阿烈也被撵出了家门。
对外贸易的领导用他的孩子威胁他不要再和罗杰斯联系，搞得自己差点家破人亡，阿烈才真的是最冤的人。然而这天，联盟的负责人找到了阿烈，他给了阿烈一份传真，让阿烈想办法传给罗杰斯。第二天，阿烈在公司偷偷把传真传了出去，罗杰斯收到传真才知道自己还有机会。他找到任天堂的领导，说劲爆公司骗了所有人，版权现在还在苏联联盟的手里，他们必须去夺过来。就这样，罗杰斯带着任天堂的人再次来到了苏联。而另一边，劲爆公司因为资金问题迟迟拿不出100万美金，罗杰斯捷足先登，以500万美金加每卖出一份50美金的分成，最终成功拿到了俄罗斯方块、电脑、电子和街机的全球版权。这场版权的争夺风波最终以罗杰斯获得结束。1989年由任天堂出品搭载俄罗斯方块的掌机问世，在全球引起了巨大轰动。真的如罗杰斯所说，这款游戏风靡男女老少，甚至是跨时代的影响。这天，阿烈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最新款的掌上游戏机和几张飞往旧金山的机票。面对罗杰斯的诚挚邀约，阿烈举家搬到了美国。后来他和罗杰斯联手一起成立了俄罗斯方块游戏开发公司。任谁也没有想到，一款简简单单的销售游戏背后引进的过程远不如想象那么简单。也正是因为这些戏剧性的转折和愈发惊险的故事，才让这部电影变得高潮迭起，紧张刺激。